来，你试试，会做吗？做完吗？怎么样？绝对！以后你们别跟我做这些题了。为什么？对啊，怎么不做？你们能不能别这么幼稚？这么简单的题谁不会啊？我有一题，要是你做对了，以后我们就不找你做题了。对，啥题啊？哼，一元一次方程。我们怎么了？我是天才呀！天才？对呀、啊，初中、大学、高中我都会了。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？对呀、啊，你们不信啊？那么你们随便出题考我，谁叫我是神童？32×32等于多少啊？等于。那二元二次方你会做吗？我不会呀、啊。那函数你会吗？数学分解、几何分解、高等几何、微分几何、负面函数你会吗？我不会，还神童？切！我又怎么不是神童？